只能说拼多多真的太快了，然后我下的货呢又到了，我觉得真的很快耶。然后这个是那个 CCTV 的一个 camera，然后这个是摄像头，然后我都点了好多东西了，然后我们现在都一一的拆开看一下这些。我觉得拼多多真的很厉害，越做越好，然后越做越方便，很多产品，然后2个星期就到货了。我觉得真的，他们也做得太好了。我觉得真的是他们这种拼多多一起，真的很会赚钱，然后这个物流真的是很值得点赞啊。好，我们现在都打开看一下，所有的产品都到这里了，然后我在这里跟大家一一分享一下都有啥。好，这个是一个手套啊，这个手套，然后我觉得现在自行车的手套，然后都超级贵，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直接从国内买了一个寄过来。这个的话，应该但是也就几块钱吧，但我觉得我想看一下这个质量，是时候验证质量的时候了。当着大家的面拆开，让大家看一下，都是里面都是长什么鬼样的啊！我们来验证一下产品，这个时候，好，这个是一个手套。先看一下质量，看一下这个质量如何。只能说这个质量设计很好，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质量的话，我只能说一般，因为我觉得比起，因为它这个很轻哎，对，但我觉得这个手套的话，可能后期会容易撕坏的。但不管怎么样，几块钱的，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了。这个有线头，一般有线头的东西后期都很麻烦，你知道吗？那些做工真的是很容易，无所谓了，几块钱不，我就不抱怨了，你知道吗？毕竟现在是在研究产品，所以也就不要去挑三拣四了。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就不说话了。好，这个就跳过去了，这个就不要了。好。我们再看一下接下来的下一个东西是啥。好，这个东西的话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大家能猜得到这个是啥吗？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一直都想买，今天是终于买到了。这个东西是一个户外的一个洗澡的一个那个储存水的一个袋子。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包装还挺不错的。哇，这个包装还挺好的，挺方便的。你看，好，目前的话，我觉得这个质量、包装、手感还不错哎。先打开看一下里面。好，里面的话，我觉得哇，这个颜色也很好。哇，大家看一下，这个的话，它这个的话就是这样。你再也不用担心在外面旅游没有洗澡池了。现在我有这个。一袋水是够洗澡了，这个装满水，往这个装满水之后，然后就往这个挂在这个树上，然后这个头，这里有一个头可以连接上去。它这个头我怕后期我觉得可能会掉，但是也没有什么扣的。它这个其实我觉得其实可以设计有一个稍微能好拆的，它这个就直接用管怼上去的，我不知道后期会不会掉，你知道吗？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是还刚好卡上去，还好吧。如果说对这个的话，其实有一个东西可以绑到可能更好。设计方我觉得这个可以再改进一下吧，个人建议啊，我觉得可以再提升一下这个。好，这个的话开关，你看水装满了之后挂在那个树上，然后直接这样，这个开关直接这样芋头直接就可以洗澡了。哇，这个不错，这个不错，我觉得这个值得点赞。这个的话，这一个目前的质感，还有就是这个颜色，它这里还可以放手机，你看洗澡的时候还可以把手机插在这里。这个目前的话我给10分，我觉得还不错，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等我试过之后我再给大家验证一下实际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但目前的话手感我觉得还不错，包装也还不错，你看这样
直接就包装起来了，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小的袋子可以储存的。我觉得目前的话这个还可以，我们就把它放在房车里面，然后那个储存起来，然后到时候我去露营的时候，我到时候再给大家拍一个实际的一个效果。然后今天的话我就主要是打开看一下产品就好了。好，这个就装进去了，还挺好的这个，但我怀疑这个袋子可能不扎实，或许无所谓了，先装进去吧，不要那么墨迹了。好，这个就算是，你说有了太阳板，有了洗澡池，你还要啥？接下来的话是不是就是那个炒菜的各种锅碗瓢盆，对吧？那些我还没有买，但是的话现在先一样一样往里面加嘛。好，这个我觉得很不错，这个可以推荐给大家。好，接下来的话，接下来的话，下一个产品是啥？下一个是这个东西，哦，先不说这个，先说这个，因为毕竟那个洗澡的有了，对不对？那洗澡在哪里洗呢？你也不能躲在树下面洗澡吧？大家都能看得到你，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买了这个。它是洗澡时用的一个小房间，然后可以帐篷可以搭起来，专门设计为了洗澡方便的。好，这个啊，它这个还不错，你看它这个可能在这里的话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可能它这个都是要跟那个 tent 跟那个帐篷一样的，可能要支起来然后才能洗澡。但在这里的话我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今天只要看一下手感，我觉得这个手感还不错，它的线头的一个做工也特别好，所以我这个我觉得还不错，这个我也很满意，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好，它这里的话可能最后支起来之后呢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洗澡的一个大概就是这样的。到时候你看这个袋子，你洗澡装水的那个袋子可以挂在里面吧？应该不可以的话，我觉得最起码你有这个袋子了，然后你再有一个人能 cover 你的 ass 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够了。这个可以刚好可以罩住你洗澡，然后避免你不要被别人看到，你懂的。好，然后这个跟这个是一套可以使用的。好，这两个的话我们就放回去了。到时候印证的时候就来了，去了之后就知道了。好，接下来下一个是啥？我们先装好再去下一个。好，这两个就好了，手套也有了。然后接下来的话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我当时是买了两个，还有一个呢。啊，难道是这个里面有两个吗？好的奇了，我先拆开看一下就知道。当时买的时候买了两个，你知道吗？他不可能给我发错了吧？完蛋了，他肯定只能给我发了一个，真只发了一个，你知道吗？我当时买了两个，你知道吗？完蛋了，找事做，你知道吗？我当时买了两个，他只给我发了一个货。嘿，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摄像头。当时我买的是两个，他怎么只给我发了一个？这个不会也是安电池的吧？哦，还好，这个不是安电池的，这个是充电的。只要是充电的话，我觉得就挺好的，因为安电的话，那种我就觉得，安电的那种真的实在太头疼了。好，这个算是有了，而且这个内存卡就插在这里。我以前都没有买那个摄像头，因为我之前也用不到，你知道吗？但是现在自从发生了很多事之后，我觉得还是买一个吧。然后毕竟这个也不是很贵的话，我就先装一个在那个墙上，你知道吗？哎，这个很好，跟那个猫似的，很可爱。你看这个还可以往下掰下来，还可以这样掰下来，你看跟外星人长得很像，
这个摄像头的话，我觉得还不错。你看也做工也挺好的，也还挺轻的，应该是还可以，应该是可以对话的，因为它这个毕竟有一个 speaker 在这里。好，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但是我当时买了两个，他只给我发货了一个，所以我后期的话我可能还要联系他们。好，里面还有应该还有那个啥充电器啥的。完了，拿不出来。哦，它里面有一个充电线，跟那个螺丝，这个有一个螺丝，带了一个螺丝。充电线这个其实跟正常的那个安卓手机的充电线是一样的。这个的话，我们到时候就直接给它装在墙上就好了，先充电嘛，充完电之后，然后直接装在墙上。好，这个我就先放在一边了。到时候研究一下怎么使用，第一次买这个东西。好了，接下来的另外一个产品，我觉得有意思了啊，这个可能大家想都想不到，你知道吗？因为自从我上次进房产之后，我就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你的那个桌子的那个脚的一个底座，你知道吗？当时买了我很多钱，我发现后面不划算，你知道吗？所以这次就从国内进过来了，国内的话稍微便宜点。这个的话，你看它这个里面其实是一对的，你知道吗？我们打开看了就知道了。好，它这个。啊，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它这个是另外一个产品，我以为是另外一个房车的那个产品，不是，它这个其实是口罩。好，这个是那个一个防灰尘的一个口罩，因为我觉得现在那个班尼斯卖的话，其实他们都卖得很贵，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看一下实际质量好不好，如果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推荐一下。好，但是目前的话，我先拆开看一下，验证一下产品的时候，它这个里面一共是三件在里面，两个这个，然后加了一个这个防灰的一个东西，这个送了很多，哎，它这个送了很多，我觉得这个很便宜，这个不错，因为它送了很多，这个里面至少有一共有十个在里面，它这个送的很值，有十个在里面。这个真的是很值，因为在那个啥，好像这个在班里单买这两个好像都要不少钱，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划算。然后到现在先看一个实际的里面好不好，先看一下质量的话，其实这个质量的话，我觉得应该跟那个班里我觉得应该不相上下吧，我觉得差不多了。它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套头的。这样套上去，我就不给大家套了，但是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对吧？因为我觉得你新西兰的话那么多 construction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你的保护措施。然后这个的话这样戴上去，哎，我戴对了吧，哎呦，好，这个套上去，这个脖子上面一挂，它其实后面很简单，一个扣上去，这样就完事了。好，这个的话其实他这个肯定要自己装了，哦，他要把这个拆开，他这个我拆开之后，我可能就必须要用了，所以我就不拆这个。他这个其实这个你在旁边扭上去，一边扭一个，然后这个壳的话，其实你还可以加一个保护那个防灰的一个名，这个就直接还是给大家示范一下吧。有些没有做 construction 的，他可能不知道怎么用。他其实这个很简单，你看这个放上去。然后这个在形状其实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你这样放进去之后推进去，对，一般是有字的在外面啊，所以它这个有字的在外面，你看有字的放在外面去，然后这样靠上去贴上去，然后再将这个再扭在这个盒上面，然后再按它的形状，然后扣上去之后，然后再把这个它这里有一个口，一个插口插进去，这样一扭，然后就钉在上面了。然后这样的话，一边扭一个，这样你这样戴上去，这样戴上去的话，就是为了防你的那个你的灰尘啊，吸进你的身体里面。我觉得这个大家做 construction 的人一定要做好你的这个灰尘的一个
防护措施，因为毕竟灰尘你一听吸顶觉得没关系，但是你每年这样每天工作这样吸很多灰尘下去，其实一年你的身体会吸收到很多灰尘，其实这样几年下来的话，我觉得你身体会，我觉得没必要去，就是能避免的大家尽量避免这些伤害。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做 construction， 或者是你做那个喷漆的，或者是做那个做那些建筑的，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最好还是买一个这个，因为你毕竟几块钱的那个就是一次性的那个它肯定没有这个高级了，所以这个还是带总比没有带好。我觉得因为人生就活那么一次嘛，所以能避免就尽量避免嘛，这个东西也不会，你带着也不会给你掉了一块肉啥的。很多人都说太热了不喜欢带，那你告诉我你不喜欢带，你是你想活时间长一点还是短一点嘛？你自己决定，这个是可以自己决定的，就不要那么傻，就是能带就自己带一下嘛。好，这个的话我一共是买了好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啊，不对，我是七个吗？一二三四五，一共是五个。好，今天的话一共是一个产品两个产品三个产品四个产品五个产品，刚好也是五个产品。然后这个摄像头的话我觉得还不错，然后但是我没想到他给我发了一个，我还要找他。这个我记得我是买了两个，然后这个洗澡的这个啊，这个我就不带了。洗澡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如果你喜欢旅游或者是住房子的朋友，这个我推荐给大家，然后一定要买一个这个东西。这个我到时候实际录一个视频给大家操作，然后实际看一下那个用的效果。然后另外就是它这个跟这个其实洗澡跟这个是配对的，你这个是单买，这个是单买，然后你这两个的话到时候可以配合放在房车里面一起用。然后呢，这个因为我个人喜欢骑自行车，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效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可能这一次用完之后可能也不会买了，但是买都买了无所谓了，到时候试一下就好了。设计是很好但质量一般啊，设计确实很好，看上去很好，但是实际一般。这个线头我觉得到时候一撕就坏了。好，不管怎么样啊，感谢大家，然后看这个视频，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把好的产品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如果说有对大家有帮助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分享这些信息给大家嘛。然后大家都要就是我就是如果说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有用的产品嘛。如果大家觉得有用到有用处，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就是上拼多多去买嘛，因为你知道我自己也是卖货的嘛，所以你不可能找我买嘛，因为找我买的话我肯定要赚钱嘛，我赚钱的话你肯定你不乐意了。所以的话我只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哪个产品好哪个产品不好，对不对？我也不说让大家跟我买，对不对？大家都是中国人，所以明白 everything made in China， 所以你可以直接从中国买就好了。但是我只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哪个东西好哪个东西不好，然后后期的话大家可以就是参考一下这些意见，然后你自己做你自己的决定，好不好？然后在这里的话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然后感谢大家看我的视频，然后在这里跟大家每天分享一些有用的一些生活信息，然后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 OK， 拜拜。